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，是接通观世音菩萨的心咒，是用菩萨的慈悲心来开启我们的智慧。心经在天上是能量，在地府是钱财，在人间是智慧。心经最能改善人内心的矛盾，增加人的智慧。因此情绪不稳、想不通、忧郁症的人要多念心经，脾气不好、性格硬的人也要多念心经。念经时有杂念要多念心经，想要戒除恶习，如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网瘾等等，也可以念心经。如果家中有小孩不听话、大人不信佛、老人太固执，也可以为对方多念心经。初学者一般每日念诵3遍至7遍以上，以每天念诵直至百年。晚上10点以后最好不要念诵，阴雨天或雷雨天的晚上等恶劣天气也最好不要念诵。有关经文功效的更多详情，请参阅《佛学常识开示集锦》第一册和卢台长的最新节目录音。